Hello, welcome back to Fun Yard Official。 今天就是幻想铁路的第152集，就是介绍美林站。那我现在已经就到了美林站了，因为梨木树和美林站那条隧道差成2000格，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就不拍了，直接来到了美林站了。美林站呢就绿色为主色的林嘛，所以用了绿色来做主色的。那就分了一二月台啦，这个站呢就倒式月台，还有呢它的门口的开发咧就同东铁线啊，同埋马鞍山线都系一样，就是、开左门嘅。一号月台就去屯门，二号月台去火石洲，咁佢去到沙田都系开左门啦，直至到去到广元站先至会正常翻嘅，系啦。有别于外啦，控制中心啦，跟住有升降机，同埋唔系升降机，电梯、楼梯，同埋呢度先系呢部先系升降机，系啦。我哋就即刻上大堂啦！大堂嘅部分咧就系咁样嘅，呢个站其实主要都系多出口。好，第一间铺就我都唔知乜鬼嘢便利店 ，Bunny Group 嘅唔知乜鬼嘢啦，真系。呢个系 Oreo 好好味，乜都冇。呢个 Village Mart Mint Tea 嘅，呢个系 TJ 四间为积店，黐线。跟住呢个应该唔使谂，应该都系厕所啦。男厕应该左边嘅，啊呢个女厕嚟噶，死啦！吓，呢个先系男厕，岂有此理！啲咩色男厕 ？OK， 然后仲有售票机喺度啦，闸外范围。好，咁我哋去咗 A、B 出口先。A 出口咧就系呢度，去美林村，系咪？啊，美林呢边。A 出口去美林村同埋美田路。咁啊，分咗 A 一、A 二、A 三嘅。A 一就真系去美林村啦，上到去之后，啱嘅，冇问题啊。然后咧就系 A 二啦 ，A 二咧就系去美柏苑，唔知乜鬼嘢嚟嘅，咁样啦。A 三就系去美城苑同埋美松苑最北面嗰、那个最笃笃个位噶啦，呢度系啦。好啦，落翻去啦，继续上前下一个系列啦。B 出口咧就系去美田村嘅，美田村又分开咗 B 一、B 二、B 三。B 1就去美田村 ，exactly 嗰个美田村喺呢度，跟住 B 2就系去美田村，都系美田村，不过另外一边，同埋兜圈出去嘅，嗱，呢个系 U 型出口，隔篱就可以望到大围站啦，够南边嘅话就望到大围站啦。最后咧就 B 3咧就去美田巴士总站，亦都系继铃木树之后第二个起嘅巴士总站啦。好，又系。都是花功夫的呢、這個站，咁樣嘅，咁佢就分了幾條坑啦，一二三四五六啦嚇，咁佢就總站線攞主要都係經嘅80、80A 啦，283、82B 啦，跟住小巴兩條啦，的士站，新界的士，係啦，佢個總站有一堆嘅冷氣槽啦、抽風機啦，朝一條柱隔離同埋黃燈，跟住佢埲牆咧就係咁樣設計嘅，係啦，用咗嗰啲。佢有花痕嘅啡色啦，咁我就呢度就用咗呢啲條紋嘅樹木 block 啦，就係咁樣。呢個就係 B 3出口，直接駁過去巴士總站啦。我哋上次搭283經過，係咪啊？好，跟住咧，我哋就過去睇其他出口啦，就去 C、D、E 嘅 C 咧就去美林。商場美林商場被巨人羊陀破壞了啊！呢個係幻想剪髮鋪，咁啊仲有啲復古嘅紅白藍嗰只轉轉燈啦，仲有滾輪燈喺度嘅。等候時間0-5-10同埋20-30。Please use FF Tone to pay。跟住有個人揸住把鉸剪，唔知做乜鬼嘢。跟住有鏡啦，同埋個箱喺隔離嘅。呢個係 Vinny， 呢個唔知乜鬼嘢。呢個係站通。站站通有綠色飯、素菜麵、素豬肉飯、素菜飯、芥末湯同埋芥末味雪糕。FF Group 乜都冇。好，跟住我哋睇啦。C 出口睇咗啦 ，D 出口咧就去地巴美田美林站。美田美林站就係將兩個站合併咗嘅，一號月台去九龍，包埋東九龍啦。二號月台咧就係去港島同埋大嶼山，即係包埋機場。三號月台去大埔、美松同埋沙田，四號月台去大圍同沙田，五號月台咧就翻去嘅，
啊，唔係全盔黃泥頭大圍，即係冇冇翻去嘅指定目的嚟嘅，係咯。Yeah， 就咁樣，商店同埋 PG 便利店嘅預留空間。好，電梯我哋落翻去啦。最後咧就係 E 出口啦 ，E 出口咧就係喺呢邊嘅，就是、去最博亞山莊喺出面啦。I don't know 嘅。偉業街去觀塘碼頭啊嘛，咁咪四廿 A、四廿四嗰啲全部都係去偉業街。好，美田、美林咧，美林站呢個介紹咧就好簡單介紹完畢啦，主要都係出口個分支多。其實局限於 A、B 嘅 CDE 都係單型嘅。好啦，咁呢集時間就嚟到呢度啦，在我哋嘅售票機喺度啦嚇。未訂閱嘅朋友記住訂閱 Fire Official， 撳響隔離嘅鐘仔，當 FFV 一出片嘅時候，你就可以收到即時嘅通訊。中意嘅話記得贊同 Fire Official Facebook 專頁，加入 Facebook MTR FFV 最終群組，加入 Discord MTR FFV 俱樂部。兩日之後咧就係、是、介紹博啊，唔係廣元站，再同大家見面啦。喺地圖上面係叫小瀝源嘅，咁我哋改咗名做廣元啦，因為地理位置問題。呢集時間嚟到呢度，兩日之後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 ，see you later， 再見啦，再見。